这改我不大懂，不要说你不懂啊，我也不大懂啊。应该是改成这样讲好了，原本的技能吸血应该是泛指所谓的法术伤害，对，因为应该是没有人测试过，比如说潘生出吸血枪，他的 Q 会不会回血？照理来讲应该不会，所谓应该是法术伤害的吸血，然后他现在变成改成是技能都可以吸血，所以照这个字面上面的意思来讲，就是潘生现阶段的版本出吸血枪，他的 Q 应该可以回血了。你可以开自定测测看，那应该是改成这样，还变成每个人英雄联盟的伤害技能应该都可以回血。是这意思吗？我也不知道，搞不好我是瞎胡乱的，我根本就没有出过那件装备。潘森丢 Q 然后补血。我整完这只啊！我跟你讲，不管什么角色，先出巨型魔棒就对了。但我想出水滴耶，我要出水滴。我出水滴，我不管，我等一下让自己身上一堆护盾，我一加光盾再加大天使，超猛的！棒！哈哈哈哈哈！你瞧，这是好啊，贝德迪克！Repulses me.
最硬的那种，最硬的那种。吃，棒，吃。这角色真是有个无聊的，谁可以跟我讲我能干嘛、啊？啊靠！被按到光盾，这回按光盾哎、欸！我光盾为什么按到啊？干！我刚以为他闪现啊！神啊，别那么慢啊！要跟我去，走。啊！
赢了，赢了，赢了，赢了！转转转转转，嘣！有有转。疼呢、啊！哇，有人断线了，嘣，死光了。将别雷啦，吉祥！吉祥别雷啦，吉祥！叫！哦，赢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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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莫名其妙赢了。Unstoppable！ 啪 ，Ace！ 干，大天使真叠世界慢的，我整场不知道在冲啥小。哎，上车喽！卡玛上车，卡玛不理我。角色真是废啊，我能干嘛 ？Who can tell me？What can I do? What can I do? Did you? 不救？不救？不救？补救！这么气哦！干他妈 W 按很快，还直接喷出来！干 bug 了！哇！我去收草人，怪送到家。补救！快送到家！嘿，干！
抱歉，抱歉。啊！妈的！要坐车是不是？走 ，BD BD BD， 走走走，快点快点快点，快点快点，来来来来来 ，BD BD， 嘘，我等我等，过来，过来过来，干，躲到哪里去了？光盾开一啊，开不出来。扣扣魔我来了，我来救你啊，扣扣魔。去。多好。妈的。上车喽，快！上车，上车，上车！没有人理我。咻 ，BD time，BD time，BD， 哇！烂角色，角色到底能冲他小？我他妈打7000级的伤害，好，希望大家玩得开心。虽然有的人没抽到，不过没关系，以后还有机会。
总有一天轮到你，对不对？看我刚搬那个垃圾好像被割到了。